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行走的小画家雨芽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来画一款甜美的复古妆容去参加朋友的小聚会。那首先呢，粉底用的是这一款雅顿的粉底霜。这款粉底呢，它的质地是霜状的，看起来是比较浓稠的，但是涂在脸上却非常的轻薄，就像涂乳液一样，非常方便。因为这个粉底呢，它非常的丝滑，延展性也特别好，所以直接就用手就可以把它均匀的推开整个脸上。这款粉底霜呢，用完之后就感觉特别保湿，而且遮盖力也特别好。最重要的是手感很棒，就是涂完整个脸摸上去就像那个丝缎一样，非常的滑爽。接着定妆呢，我用的是这一款蜜粉，这个蜜粉超级大一盒，感觉可以用到天荒地老。然后这个里面呢有配一个粉扑，这个粉扑的质感也特别好，这一面呢是皮质的，然后背面呢就是绒布，用的时候呢往上甩一下，里面的这个粉呢就会摇到这个粉扑上，把这个粉扑折叠稍微搓一下，弹两下，让这个粉呢均匀的布满在粉扑上，然后轻轻按压在脸上就可以定好这个妆。接着腮红呢，我选的是这一款，然后这个颜色呢是非常甜美的桃粉色。那为了强调出今天这款妆的甜美的感觉，我会把这个腮红呢大面积的涂抹。那底妆呢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画眼睛。眼妆部分我首先用到的是这一盘眼影，然后这一盒里面呢有两组颜色，一个是偏紫调的蔷薇色，然后这个呢是大地色系，非常的实用。这个质地呢是介于粉和霜之间的感觉，非常的润，而且显色度特别高。然后再来试一下这边这个大地色系。画之前呢，还是先会贴上美肤贴，先蘸取最浅的白色，然后把它涂抹在眼皮上方，然后再用细的这边海绵头去蘸取这个深的棕色，然后我把它涂抹在双眼皮以内，画的时候把眼尾呢也顺带加长一点。这个眼影涂在眼皮上，就是感觉跟你的眼皮完全贴合的，非常的巴适，非常的巴适，完全跟你的眼皮贴在一起了。然后下眼的前端呢，也把它往前画一点，这样就可以让你的眼睛整体的拉长放大。再用中间的这个金色，把这个金色呢点在上眼皮的眼头的这个部分，就可以让你的眼睛特别的闪亮。眼头的地方也加上一点。然后这个金色呢，它不是很金的金色，是有一点带香槟色的那种金色。好，眼影呢就上完了。那个眼影真的好好用哦，必须人手一个。那紧接着呢，就是复古妆最重要的眼线部分了。那眼线呢，我选的是这一款眼线笔，画出来线条呢也很细，非常的流畅线条。他家的化妆品性价比都超级高。然后这款眼线笔的刷头呢，特别特别的柔软。然后画在眼皮上呢，就感觉好像是羽毛划过一样，非常的轻盈，特别适合那种一画眼线就流泪的妹子，眼睛很敏感的那一种。那这个眼线笔呢，就画上去没有太大的感觉，然后把眼头也加长。睫毛膏呢，我选的是这一款，这个呢是浓密纤长型的，一支就可以搞定，把睫毛加翘。We wouldn't see the time would pass, but again the salty rain. 瞬间眼睛就充满了电。然后眉毛的颜色呢，我选的是偏黑灰色的眉形，我搭配的是比较自然款的皮眉。复古妆呢必然会搭配到经典的红唇，那今天呢我选的是这一款唇膏。口红的包装呢我很喜欢，是那种方方正正的金色，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。我选的是这个55号色，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很亮的红色，直接用口红涂上去。这红色好美啊，质感超好，瞬间感觉皮肤显白了好多，
喜欢，所以我把头发卷一下，等我回来哦。Passing by in Candy Street, I dreamed I was your sweetie.